森娱乐新人男团 LIZE 日前举办了视讯签售会，没想当天忙内成员 Anton 在被粉丝提议分享秘密时，竟然真的讲了出来，引起热议。只见他在听到问题后苦恼了一阵子，接着便小声地说出自己的秘密，并表示这我没跟任何人说过。让看到影片的网友们纷纷融化，表示他真的好单纯，好无害，其实可以简单带过就好，但他全都说了，真的太可爱了。아무한테안말은알게하고그래서아무한테안말했어